侦探片、悬疑刺激的片子，患者是女生，不是，那个罪犯是女生、小孩，患者是一个大男生的时候，戏里面一定会演他就是被拖的，是这样子拖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拖得动。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拖你老公、拖你男朋友，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其他两个你都拖不动，底下你就绝对拖得动。了解这样子。但是这三种方式没事就不要用。必报法没有问题吧，经常在做的事情。请注意的是，你这只手背靠头的这只手背要把患者的头颈保护住，头颈要保护住。然后呢，背部法也常用，对不对？可是这种词哦，下楼梯下坡不能用，为什么？哦，不是，是他的脚在地上跟你拖拖拉拉的。你下坡的时候，他的脚，特别下楼梯，一定会卡住，一定会卡住，所以下楼梯不能用。那下楼梯怎么办？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怎么背起来，一定要怎么背起来。嗯，这也要有。OK 吗？学长要来示范吗？学长要不要示范一次？我知道你会的，在这边要不要来？不要，因为动了会肚子会，但是我们还是简单示范一下，因为必要的时候就会用到。来，学长，一人来，一人来。非常简短的示范给各位看。当然我也不要把它真的抬起来，要不然它都变成这样。我不示范那个躺，啊，因为那个有其他重。外侧的手抓住，我跟他并肩这样子，外侧手抓住，对不对？我往前跨一步。内侧的，我的内侧的施救者内侧的手跨过他的胯下，他是不是倒在我肩膀了？我这样子我抬。那刚刚学长在说要躺下来，我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说，这种方式基本上，当患者是完全昏迷，你要来躺起抬起来的时候，是需要有很多特别的技巧，我这边不多介绍那样子。但是当今天有大队人马，真的是有大量伤患，有很多特别是昏迷呛伤的时候，有人把患者抬起来，你最起码要能够做我刚刚的动作，把它一个一个抬着一起出去，这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解吗？所以我们不做那种完全躺下来的情况。所以这一些情况，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整个搬运的动作都必须注意到，随时利用你手边的东西去好好的利用，然后记住协调的动作，协调的动作。那这个都是请大家务必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很短的时间把它介绍完毕。那林林总总一件事情，请各位在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患者摔下来，或造成他不舒服的。上有一个学员跟我讲说，老师，我1998年11月份上过的课，然后他1999年4月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姑姑救活了，他姑姑也是吃素，然后吃那个素鸡。他用这个哈莫尼克丸呢，把他救我了。哦，我听了，我觉得真的好高兴。所以各位今天来哈，你把这个话题真的也没白来了。这个等到救护车来，往往都来不及。你是第一个现场就要把他救活的。好，所以现在我们来讲啊，现在如果把我的脖子切开来看，先看到我的气管呢，还是我的食道？先看到什么？气管嘛，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了，先看气管，这才食道。哎呦，奇怪了，我初中是为什么会跑到食道里面去呢？各位想这边有个什么呢？会让它给遮住了，对不对？东西不会跑到气管里去。我的气管呢，就像我的眼睛一样，是容纳不了任何的东西。比方说，我的饭粒跑进去了。我先讲话，我的口水跑进去了，我本来的反射动作怎样？因为它没办法进任何的动作。
去，对不对？本身，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出去，出去，出去。所以呢，你本能的反应动作怎样，让你怎样咳嗽，对不对？所以你就在咳，对吧？那你们各位都好，很好心的跑去做什么动作？他在咳，你好，哎呦，你怎么了？各位是不是都跑去做这个动作？错了，他如果再咳，不需要去干扰他，我们鼓励他说看他咳就好了，对不对？看他咳哈，搞不好有的人心说干嘛看他咳哈，除非他这样子在咳，永远咳不出来，一般咳，对不对？地吸引力越低越好嘛，你让头怎么了？低一点，越低越好啊，让他咳嘛，看他咳，你让他头低一点咳，让他咳。那99.9%的人呢、啊，大概都会咳得出来，可是少部分的人，万一真的咳不出来，哎，你要急救了嘛。所以我鼓励他们看他咳，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部分的咳热，也就是各位说的什么呢？呛到的，对吧？你说呛到了，他才咳嘛。哦，好，现在最怕的是完全的梗塞，也就是你们说跌流，对不对？整个都淹到了。那各位都有机会出国嘛，对不对？那现在如果我们在国外好了，曾经有个人呢吃什么那个麦当劳的汉堡，当然太热了，整个是雾跌流，然后他就拍死了，往哪里走了？一般人就拍死往哪里走？是不是到洗手间去？各位你看哦，脑部缺氧呢4到6分钟脑部就坏死了，你又不会自救，等一下真的是不是变这样子？所以不要离开，就在这里，最起码呢这么多人在这里嘛，我就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说我现在一到了5.9，可你又没办法说话，没办法说话，对不对？先告诉各位，全世界通用一个手势，麻烦各位把你的手伸出来，这样像英文什么字母？这样子，这样。好，就有的人说老师，这个像 Nike 的 mark。我说好，你认为像什么就记吧，对不对？你把你的手放哪里呢？脖子，放在脖子这里，有没有？别人手摆这样，对不对？这样的意思。就比方说我现在一到了5.9，这个意思。那在美国的西雅图呢，80%都不能急救，所以在那里城市非常有安全感，对不对？你这么一弄，别人就来救我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看国内好了，你这样子别人看得懂吗？懂。别人这样子你看得懂吗？看得懂。哦，不能再摇头了，对不对？你还没上过课之前你可能看不懂，现在每个人看得懂了，对不对？那有的人怎么样呢？他站得也好，坐得也好，在那里。有的人理都不理就跑掉了，对不对？哎呀，我要上班，我上课就理都不理，对不对？很好奇的人跑去做什么？这位先生，你怎么了？你说话嘛！一般人会不会这样说，对不对？哇，这位小姐，你怎么了？你说话嘛！哇，他们踢两脚了，对不对？他会说话，老人说了。所以这个时候，各位不要随便跟他讲话，他根本就没法说话嘛。那这个时候，各位要做的是，你要会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噎到了。怎么来判断呢？这个人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不会。不会讲话了，对不对？会不会呼吸？各位会不会呼吸？不会耶，不会呼吸耶，对不对？哇，很难过的事情，对不对？会不会咳嗽？咳都咳不出来耶，对不对？就哨别出来，对不对？有台声不行哦。好，那各位看看，是不是某恭维哦，对不对？没有说话了。还有什么？某穿腿，对吗？抹长腿对吗？呼吸嘛，还有呢，笑脸出来对不对？没办法咳嗽，然后脸色什么颜色？哦，你看那长板呢，绝对不是鼻流，刚开始涨得红红的，对不对？很红啊，涨得红红的，对不对？哦，黑的天都来不及了，刚涨得整个红红的，对不对？哦，再过来不久都变什么颜色了？不是黑的就来不及了，再来什么？有的人说蓝色、紫色，有的人说青色，是什么呢？脑部缺氧的关系。然后脖子僵直，什么意思？有没有？啊，受不
喝得要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哪个人说我现在没办法呼吸了？我头这个样子很舒服的。有没有人讲我好舒服？有没有？叫舒服的我头给你了？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我没办法呼吸了，已经想把呼吸道撬通嘛，对不对？打字这样才舒服嘛，对不对？他可能受不了了，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样子，眼睛睁很大，很难过，脸红红，受不了了，就这个样子，受不了，你想啊，就这个样子，了解吗？就是这个样子，清楚吗？清楚吗？好，现在各位每个人摸摸看你的胸骨在哪里。多少胸骨吗？刚才老师讲的也知道，对不对？胸骨在中间这里，对不对？各位每个人摸摸看，来，你看这是下巴，自己摸摸看，哦，下巴这个硬硬的，对不对？再来是脖子，脖子都是软组织，对不对？所以你压到这边，有没有人说哦，好舒服的，有没有？我压下去，哦，好舒服的，有没有？很难过了，怎么可以舒服，对不对？所以这边软组都很难过，对不对？要摸。然后中间这里摸摸看，它是硬硬的，对不对？就是胸骨这里，对不对？慢慢的，胸骨从最接近的骨头，刚才老师讲课也讲过了，对不对？这是胸骨，对吧？各位都摸对了吗？都摸对了吗？你晓得哦，部位都清楚了吗？那旁边是什么？各位，这是胸骨嘛，对不对？旁边是什么？肋骨，人家排骨，很色的人在旁边哒哒哒哒看其他，对不对？知道哦。都知道了哈，好，各位，这个下面哈，又本来有骨头，又临时叫我上课的，我没带哈。这个胸骨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各位看哦，你不然不能乱脱人家衣服的哈。各位看一下，这是骨头对不对？这是肋骨，然后旁边这是什么？各位，对，很棒，这边有个软骨对不对？这个是叫剑突。大家看到吗？各位看哦，这个是胸骨对不对？这个胸骨没问题吗？旁边是肋骨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各位，你们叫什么？好，很棒，你们说剑突对了，这个地方叫剑突。不过那个软骨是叫剑突对不对？可是外表我们看起来这个叫地方叫什么？一般的人这个地方叫什么？心窝，对不对？如果我现在讲心窝，各位都晓得在哪里吧？这个就在心窝的地方，心窝在这里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软骨，下面一个骨头是软骨。瘦的人真的很明显，瘦的人讲很明显。待会坐着是人家坐着看啊，真的很明显。什么？胖的人怎么摸都找不到，就像我都找不到，所以压这里会很痛。这是一个软骨，绝对不能乱压，这个最结实，对不对？那这个什么呢？这个不结实哦，这个不能压的哦，知道吗？所以你看，你们现在这样子，你看稍微有的人用，哦，我觉得很难过了，对不对？也就是心窝的地方，这样了解了吗？了解了哈，这个部位都清楚了哈，好。知道了各位哈，好。那我们都是妈妈生的，对不对？那这边有什么？肚脐，都知道吗？哈，肚脐。好，每个人握一个拳头给我看，握一个拳头，这个叫什么呢？犬眼，拳头的眼睛，是不是就很好记了，对不对？犬眼呢？好，每一个人哦，好，这样好了。如果假装这个是肚脐眼，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肚脐眼哦。好，这是肚，肚仔哦，肚仔。好，各位看到，请你看哪一个对哦？肚脐的上方，你看是哪一个对哦？第一个，肚脐上方，各位看好。第二个，肚脐上方，哪一个对？第二个才对。你可以上面什么叫上缘？我可以把大拇指摆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肚脐的上缘这里，大拇指摆这里。好，现在每一位哦，坐正一点。你们坐正一点，然后每个人坐正一点啊、哦。然后手呢，每个人把全眼摆在你的肚脐上方。如果是扣成肚脐眼，可能我是这样子摆。大家了解了吗？摆好。另外，不要真的坐哦，绝对不可以真的人坐哦。上一次我上课就是有一个人怎么样呢？我已经跟他们讲说，不可以用真的人来坐，他就怎么样呢？哎，
好玩嘛，他就说，哎，我帮他做做看，结果那个人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所以各位绝对不要做啊、哦！好，肚脐上方这里是摆好，然后另外一个手上扣住，来。如果我这肚脐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这样摆好了？啊、哦，另外一个手扣住，好，每个人拿手摆好，每个人手摆好，好。左右邻居帮忙看手放的对不对？你这是群眼在里面哦，不是降降对不对哦？一定是群眼对不对？摆在肚子的上方，摆好，另外的手摆好。不要真的做，不要真的做。好，左右邻都看过吗？有没有问题？手摆好，各位手摆好哦，手摆好，你的大拇可以收起来。都没问题了吧？都没问题了哈。好，我这样不用听得到吗？可以，可以吗？好，各位不要做哦，待会我们一起来做哦，我们一起来做哦，先不要做哦，危险的哈。好，你先看我做，我先慢动作做一次，不过慢动作它是出不来的哦，太慢了怎么可能出来，对不对？我是慢动作做一次，后面我可以真的做，因为我有练过。你们没有练就不能做哈，待会一起来做，记得哈。好，肚脐上方，我手摆好了，对不对？手摆好，看到？我今天是慢动作，肚子是不是软软的？有没有说，哎呦，有骨头压不下去了？没有吧？哈，好，我压下去了，往里往上挤压，这样了解吗？往里往上挤压，了解哦。好，对，往里往上，太慢了不行哈。那我用慢动作做一次，这样子。不要拍这个。好，这样没有人讲太慢了哈。我真的做一次给你们看了，看了，看到吗？可以吗？可以吗？好，好，我真的做了，看好。看到吗？就这个。看到才怪了哈。好，大家麻烦各位都站起来好吗？来，我来练一下啊。好，你那个位置可能不好练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没有关系，好不好？看不到的，对不对？后面被美女被挡住了，那也可以到前面来。来，帅哥被挡到也是到前面来哈。好，各位听好，各位听好，所有的美女的前面都有一位帅哥，好。所有的帅哥的前面都有一位美女哦，他们分别都淹到了，哦，所以你们前面都被淹到了，对不对？那我前面是不是也有个人淹到了？我前面是有个帅哥，他也淹到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请他呢，脚打开，请谁打开？你们干嘛要打开？你们是去救援的，干嘛要打开？我们请前面这个人呢，淹到也有那个人呢、啊。他没有昏迷倒地嘛，对不对？我们请他脚打开，我们是坐在他后面。好，我们的脚放在他两个脚的中间，来，我们一起这样做，两个脚中间，弓箭步嘛，对不对？然后你的手呢，绕过前面这个人呢，放在前面哪个？前面人的哪里？肚脐的上方，手抱住。来，你的身子不可能这样吧？因为他往前倾，你是不是跟着也倾了哦，对吧？好，那我们一起做啊，来，看到吗？这样子，对不对？我是这个这边有个人呢、哦，我是放在前面这个人的肚脐上方，对不对？好，好，每个人手摆好了吗？好，左右帮忙看一下，对不对？哈，好，开始了，我们一起做，开始了。好，继续做，看一下啊、哦。好，不要真的做哦，刚才讲过了哈。好，我看过才放下啊、哦。好，好。这个手是这样子，好，有没有肚子好痛哦？呼吸困难、胸痛的，心脏病的有没有？所以哪里不舒服，本人的手放哪里。他没有学过急救，很可能他手怎么样，很难过，有没有可能刚好放这里？也有可能的，对不对？蛮有可能的啦。所以你问他一下，对不对？可不可能他？
铁有了耳朵聋掉有没有？我噎到耳朵聋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啦，除非他本来就聋的啦，对不对？所以你问他一下，不管怎么样，他清醒了吗？对不对？你问他一下，哎，小姐，你是不是噎到了？他不会讲话，他会怎样？他点头，他都知道，他都点头啊，点头，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马上请两位去打119的电话，麻烦你打119电话，这边有人。噎到了，对不对？你们两位就打电话，是不是请别人打电话？然后呢，你呢在这里怎么样？马上救这个人。不要说哦，噎到了，我去帮你打电话啊，对不对？打不去了，知道了就完了。你还打什么电话？记得，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请别人去打电话，你在这边帮他急救，想了解吗？好，各位看到，你也不要说我们什么做的，起来起来，干嘛让他起来？他只要头往前倾就可以了，看到没有？地吸引力吗？往前倾，我在后面他坐就好了，因为真的人不能坐，我这个是假装的哦。不能坐，我在假装的，告诉你们。好，都学出来了，大家了解吗？好，好，如果是站起来。这样子看得清楚吗？是我到上面去，对，可以吗？可以哈，好，各位看哦。好，我们为了时间哈，我们前面都省略了。我想说你要不要啊？点点头，当然都要打119电话喽，对不对？都是要打了哈。好，各位看哦，我们直接说了哈。好，他脚是不是要打开？稍微打开嘛啊，我脚是放这里。好，那这个部位各位都晓得了，对不对？好，他就往前倾，放松就好。我坐一坐，哎呦，他现在要昏迷倒地了。各位看，第一个东西没有出来哟、哦，但是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东西出来了嘛，对不对？可他现在东西没有出来，他要昏迷倒地喽。倒地了你就不能倒吧，脑袋开花很危险的，对不对？他如果倒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各位看呢、哦？好，等一下。他要倒了，我的手马上放这里，看到吗？哎，我的脚在这里，我的手在这里，他脑袋会不会开花？不会，不会嘛。但是我也不可能站这里丢人哦，不是啊，对不对？好，这个样子怎么样呢？他很自然的，他因为他像昏迷的嘛，对不对？好，往后倒，臀部脚可以来放松，放松，放松，整个放松，看到吗？臀部倒地，我是不是哎？扶到他，对不对？脑部不会开花嘛，保护到头部了，对不对？好，然后整个人再给他平躺，好，不用躺了啦哈，整个给他平躺。我是保护到头部了，再了解吗？好，就这个样子哈。好，我们谢谢这位模特儿，好不好？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哈姆立克法，因为哈姆立克发明的来讲哈姆立克法咯，如果我发明的叫惠容法。简单的，对不对？这叫哈姆立克法。好，一岁以上都可以讲座，可是可是呢，两岁或三岁好瘦小的，力量就不要像我这么大了，小力一点。这样了解吗？啊、哦，就小力一点了，清楚吗？可是各位看，刚才这个人，他到底衣物有没有出来？并没有出来哟。东西并没有出来，对不对？他是整个昏迷倒地了，各位看，对吧？好，他是怎么呢？变昏迷的。我知道他是异物梗塞，可是他是昏迷的，对不对？好，我们就跟做 CPR 的方法完全一样。CPR 的方法完全一样哦，待会学 CPR 你就晓得了。我们一般讲30:2嘛，现在30:2，对不对？30下胸按摩，吹两口气啊，跟这个完全一样。可是吹两口气之前，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挖一下嘴巴，挖一下嘴巴，有没有？这叫手指散开来，这样你们就不好记得很准，挖就好了。吹之前挖一下，可是不是随便挖哦。各位看，不要随便挖，他嘴巴就是嘴巴，对不对？本来这个异物要出来了，中间一滴，他就又给你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你要说他脸颊，这个是不是脸颊？对不对？脸颊两侧这样子，看到吗？你们看到这样子，脸颊两这样出来，对不对？东西这样弄出来，对不对？而不是从中间顶，我们就挖的动作就好了。
那有没有问题？哦，那详细的待会 CPR 的是各位在看着怎么做32的，这样可以吗？哦，做的就是挖的动作嘛，对不对？锤两口自己就是挖一个动作，就这么简单。这样了解了吗？清楚吗？好，你如果碰到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这个肚子越怀孕的人，然后呢你说来，我帮你做好你可法。哎呦，我那真的，哎呦，勉强勾到了，这么一压可能会伤到胎儿呢，所以不能碰他肚子。好，然后后面那位要不出来一下。还有呢，啤酒肚也一样啊，对不对？肚子很大，就不要碰他肚子哦。那各位看怎么办哈、啊？当然前面是一样哦，你是不是淹到了？点头都一样哦。哦，他学过了，马上知道。哦，那就需要跟人点头，对不对？然后请别人打电话，不用问了哈、哦，各位。好、哦，脚是不是打开，对不对？你又不要说哪里哦，看个半天，只要从腋下，腋下穿过去，全眼摆哪里？胸部的位置。骨头上嘛，对不对？好，麻烦你测一下，测一下。你看呢？我没有支撑，他是不是跌倒？他跌倒，我没有支撑点呢、哦。那我们两家好不好看？我们俩蛮好看的，对不对？一男一女就不好看了，除非特殊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不要贴那么紧了，对不对？好，其实我应该怎样呢？还没好。等一下，好，我用这个，我应该用这个贴在他这里。这样太敏感了，觉得对不对？也可以用这个，或这个都可以。好，做一次给你看啊、哦。好，看到我们转一圈给大家看好了，右转，转一下。各位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我用这个顶到了，给你看是这个，了解吗？顶到吗？因为这是骨头，我这样压，压到什么时候为止？吐出来。吐出来为止，对，好棒，吐出来为止。在了解吗？他很爱漂亮，这边刚好有个别针，我要不要拿掉？当然要拿掉，很痛耶！如果影响你做，扣子也好，拉链也好，影响你做的话呢，挪一下位置，没有什么影响就无所谓了。在了解了吗？好，那谢谢我们，谢谢。好，那我现在讲一下婴儿的，有没有一岁以内的嘛？对不对？要出生的啊、哦，好。刚好这里有一个这个，大家婴儿不要这样抱哦，待会掉地下糟糕了。好，婴儿各位看哦，这是不是都没有脖子？对吧？你看看颈部看起来都还没有脖子。好，各位看呢、哦，我的手可以这样放这样子，看到吗？这样子啊、哦，大拇指试着托住，也就是这样子，托住，大家了解吗？托住啊、哦。好，然后把它，但是一定是我坐在那椅子上，我也稳了，对不对？把它放到我的大腿上，看到吗？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我下面讲了，拖住这里，对不对？放在这里，然后、哦、这个太平了哦，好，你来一下。好，来，各位看哦，后面这什么骨？肩胛骨，对不对？肩胛骨中间上方这个部位，我们用这个，这叫什么？掌根拍五下。拍就好了。你叫什么？好，待会再来。好，你看着哦。我当然坐在椅子上，我要稳嘛，要放在大腿上啊，对不对？这样都是会掉的，对不对？好，放这里，然后你拍。你不能说，你不可以讲爸爸气我就没有丢啊，这样可不可以？不行，对不对？差不多这个程度了，对不对？好，三下、四下、五下，拍了五下了以后呢，各位有没有吃过三明治？有。你把手怎么样？整个抓紧。因为这边没有脖子嘛，对不对？是不是整个可以抓紧紧的？像不像三明治？像吧，抓紧，了解吧？好、哦，抓紧的话呢，就地翻转过来，是不是这样子了？这样的话呢，婴儿的两个乳头好不好找？婴儿的两个乳头好不好找？各位，婴儿的两个乳头好不好找？好找了，对不对？不好找也不可能在这里嘛。差不多从哪
子了哈，我不会性骚扰。好，各位看哦，好，假装一下，刚好它这个是两个乳头的话，看到没有？这个一字这里是两个乳头的话，两个乳头连线，中间是不是胸骨？胸骨，我就两个乳头连线放着，把你的无名指摆在这里，这样有没有问题？两个乳头连线，我把无名指摆好，这样清楚吗？然后呢，中指、食指呢并排在一起，我要做了，我就把无名指拿掉，就食中两个指腹的前端，搞不清我在说什么哦。好，各位看，这个是不是指腹？第一个关节是指腹，对吗？我给它分成一半，我们用前端来做。好，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上做做看。好，每个人在手上做着看，来这样子哦。手，每个人长短不一嘛，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三五弯一下，然后呢，就前面这里哦。好，我们压在这里，来坐五下来，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好，有人在坐着看，那知道吗？好、哦，这个婴儿做 CPR 也是个部位的，有没有？这样，一上，每个人自己在手上捏一下，来。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对了啊、哦，好，女孩子指甲不要留太长哦。你这边是了，哎呦，怎么两个洞在这里呢？对吧？所以呢，手稍微怎么样呢？弯一点，然后指甲不要留太长，就是用前端，这样了解了吗？清楚吗？清楚吗？所以这边五下，那边五下嘛，两个反复做嘛，对不对？好，谢谢各位老师，来。好，我拿这个做一次看哈。好，背景五字嘛，对不对？三明治样子有没有？抓过来，然后呢？哎，这个胸骨嘛哈，两个乳头中间，如果两个乳头在这里的话，我放好，三个乳头，对不对？这个拿掉，看到没有？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了解吗？反复的去做，去做。三明治抓起来，对不对？然后呢，三个指头摆好，不上嘛。好，套出来了，对不对？在嘴巴这里，我们用这个食指给它挖出来就好了，对不对？挖出来就好了。除非这个嘴巴好小，你的手很粗，我就改用什么？改用这个就好了。这样了解了吗？清楚吗？清楚，清楚了哦。好，好，最后讲一个自救。没有人救我，要不救我自己。这个位置可以吗？可以。都可以看得到吗？我曾经上这，我第一次上这个课的时候呢，是在文化大学上这个课，然后被一个男同学震惨了，害得我现在不敢讲一句话，知道吗？你们想知道吗？好，待会儿告诉你们的。所以真的人是不能错的哦。好，你先听我说哦。好，永远哎。曾经有一个我的曾经上过我的课的人，有一天居然跟我讲说，他有一天呢刚好参加喜宴，他们是那种什么南部那个班桌上班桌半桌的啦，就是圆桌那种的啦。他说我这样看哦，那个椅子也是板凳，所以我没办法坐那个自救的，我听了差点昏倒，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一并告诉你们哦。好，各位看。像这样桌子好了，我可不可以这样用这个脚这样可以吗？肚脐上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我有个洞不要找我算账啊，绝对不可以啊、哦，尖尖的危险。我可不可以把手放在这里，我有个拳头在这里，可以吗？然后挤压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他说什么呢？圆桌也没有尖尖的，我不会坐。我说圆桌什么桌管他什么桌了，对不对？手可以摆好这里，我可不可以挤压？可以，那最好的是什么呢？一张椅子，各位，你这个最好用啊、哦！学过了以后什么呢？回去有没有家里讲一下？太好用了，永远记得肚脐的上方，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肚脐，对不对？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没有肚脐嘛，那两个没有肚脐的你也不会碰到嘛，所以你碰到的人全部都有肚脐的，对吧？所以肚脐的上方摆哪里？这是哪里？这是哪里？这叫什么？椅背嘛，对不对？放你的肚脐上方摆好，然后手摆哪里？这是哪里？椅垫嘛，对不对？椅垫哦，然后挤压，
绝对不要骂他有烂资格，我很了解他这种心情啊。那你们要听我那个吗？以前发生那个吗？三课就讲完了，很快哦。我不是第一次上课，我居然讲了什么，知道吗？各位，我就第一天讲课嘛，讲这个了哈。各位，把吃来的力量全部都吃出来。我讲这个话，那他们跟各位一样这么认真在听课哈，把我的话全部听进去了。然后呢，下课的时候呢，一个女孩子问问题，我讲啊，下课嘛哈。忽然就有一个人说：“老师，我的头指到这里，我还没看清楚后面什么人呢。”他在后面就说：“老师，啊，哇，他做的真棒哦，做的真好的不得了，真的，我来生的力量，因为他把我话全部听进去了，施展的力量全部使出来，有没有？哇，做的真好，可是我真的好难过。”那他问我说：“老师，这样对不对？”那老师的责任是什么？现在解惑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旁边说，太对了，真的话都快讲不出来了。所以各位，绝对真的人不能做的哈，真的不能淹到，用这个方法真的蛮有效的，可绝对不要回家练习哦。我就说，哎呀，我今天学过了，让我们俩一起做，不可以，各位，这方法真的蛮有效的，大家了解了吗？这样各位都清楚吗？清楚才怪了，在我们下课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怎么样呢？哎，往往趴下来看的，对不对？那有什么再问好了，好不好？那今天这样可以吗？可以。好，有人了哈。一定得讲一下这一段小段历史，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个人在这个跑救护，在这个整整到十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碰到这种所谓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他们没有记错的话，应该5到6个而已啦，不是很多。那救回来几个？救回来一个，在我手上救回来一个。那这样子比例上怎么样？还不错啦，20%左右。因为20%不是当场看到的，但是为什么特别提这一段事情给各位做参考？就是这一位救回来的这一位老先生，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到现场，其他很多是到了现场没有人理会的，没有人理会的。这位老先生，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是由他的儿子，然后用刚刚刘教练介绍的那个哈姆立克法，那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 CPR 的姿势，就这样抓着，帮他胸部这样子在按压，不是很正确。我们必须讲他不正确，但是确实没有错。当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到了医院，我们在仁爱医院直接处理的，在救护急诊室里面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 IV 就是静脉注射给药电击，第二次救回来。那是不是一定是说，他有做这个 CPR？ 我们不敢说。但是必须跟各位报告的是说，任何在目击现场做的 CPR， 绝对它的效益的持续改善的一个情况。不敢说它改善，但是它绝对不会恶化。那这个不恶化的这个情况，对一个患者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德。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机会的话，这个 CPR 是希望能够一直不断的推广下去。那甚至于说，之前曾经跟福伦社的一些伙伴谈论过一个作为，一个专案，但是还没执行。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老伴 CPR， 发生心脏病的人，高危险群绝对不是30岁的年纪，谁发生最多？50-60岁，60-70几岁的，大概自己也老伴也动不了。OK，Anyway， 老伴 CPR 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另外就是新住民的朋友，特别外籍看护很多朋友去学 CP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正题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感觉，但这重点还是正题要跟各位介绍。好 ，CPR 各位都知道，那 CPR 什么意思？哎，这嘣嘣嘣3个字，我一直本来都很敢念的，现在第二个字人家跟我讲那个不是英文，所以我也不敢念。好 ，CPR 就这3个英文字的缩写。好 ，CPR， 心脏复苏的一个心脏呼吸的一个复苏的技术，那基本上它就是所谓的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两个结合。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请各位注意，
这是两个非常关联密切的分别的一个程序，是两个分开，但是关系非常紧密，关系非常紧密。OK， 那先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工呼吸是你没有呼吸的时候做人工呼吸，没有心跳，没有心跳会不会有呼吸？不会。没有心跳不会有呼吸，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 CPR， 所谓 CPR 就是人工呼吸加胸外按压。但是当你只是没有呼吸的时候，没有呼吸会不会有心跳？会，有可能。所以单独你只是没有呼吸的时候是执行人工呼吸，请各位这边先记住，可能还有心跳，不一定。那心肺复苏术的时候，当人呼吸心跳停止的时候，就会造成脑部的缺氧。刚刚刘教练已经讲了，所以在四分钟内赶快救援，这是人的一个黄金救援的时间。这也就是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发生事情的当下，马上你能够做 CPR 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那些相关数据你要有兴趣，你可以都查得到。可是我只告诉各位，发生事情的当下，你马上做 CPR， 绝对比嗡一嗡一来的，就是有做跟没做，那个差异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那等一下宋教练会给各位再看一下影片。然后我们做心肺复苏术的目的，好，就是利用胸部的按压跟人工呼吸去维持循环跟呼吸。人的脑缺氧，为什么会缺氧？血液没有过去，啊，血液过去就一定有氧吗？未必，因为你一定要经过呼吸，把无氧的血液换成带含氧血。OK， 所以胸外按压是让你的身体里面原来心脏那个这样子按泵浦的这个功能持续在维持下去。人工呼吸是你把外界的氧气再能够进入到它的肺脏，然后要肺泡的气体交换，让你的血液再成为含氧血。OK，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为什么会这样？不要讲太多，就是要这样。好，我们就是靠着胸外按压跟人工呼吸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好，整个这个动作在整个简单之后，在2010年，就是前年了。美国心脏协会把它改了，就是非常简单。各位这样在很多医院里面会看得到，公共场合会看得到，就是叫 CAB， 有听过吧？好，叫 CAB， 所有的动作，请各位记住，就是这叫 CAB。OK， 不要想得太难 ，CPR 绝对很简单，那只是为了卖弄一下，所以讲得长一点。好。叫 CAB， 叫第一个是评估意识，什么意思？这一个人躺在那里，他是喝醉酒，还是在那边鹿岛游民睡觉，还是真的没有呼吸心跳躺在那里？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所以你必须做所谓的意识评估。意识评估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对声音、对疼痛有没有反应？对疼痛没有反应，我们基本上认定他这个人的意识判别是没有的。啊，连疼痛都没有反应，疼痛包括什么？拍他，这个也是一种疼痛；戳胸骨也是疼痛；掐人中，但是很多方式，但是我们基本上的动作，请各位记住，我们是借由拍肩膀跟呼叫，所以这个第一个叫是这样判评估意识。第二个叫谁？叫路人甲乙丙丁。啊，你都讲出来了，因为这个比较顺口。叫华乙小兄弟。呼叫，这里有人昏迷了，这是大事情，请你帮我打119，请你帮我打119。他说119要钱，骗我，行动电话拿去打119不要钱，请各位不要忘记了打119不要钱。请他去打119，告诉119，这里有人昏迷的。这种在另外的解释叫做启动紧急救援系统。启动紧急救援系统，叫，接下来 C 是什么？
吸，你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是恢复它的循环，以动作来讲叫做按压。OK， 这边有分开的循环跟按压。循环是让它血液循环，这边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是让它的心脏的功能有所替代。按压是我们做的动作，按压。OK。接下来 C A A 是什么 ？Airway， 你的呼吸道的畅通。刚刚桂龙教练有跟各位介绍了异物梗塞的处理，就是最主要在处理 Airway， 就是呼吸道，不是请你去买口香糖。所以这是你的呼吸道的畅通。B 是什么？它的自主性的呼吸。但是呼吸，它现在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所以你的 B 是什么？人工呼吸。叫叫 CAV 就是整个的我们的 CPR 的整个口诀跟动作的次序也在这里，哦，不要想得太难。叫叫 CAV， 你大概知道前面两个叫是什么意思 ？CAV 个别是什么 ？C 代表的胸外按压 ，A 是呼吸道畅通，也就是异物梗塞 ，V 是什么？人工呼吸。好 ，OK， 这样可以吗？叫叫 CAV，OK。Okay。好，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启动 EMS， EMS 包括什么？就是这边的五个圈圈，尽早求救，尽早 CPR， 尽早 AED， 尽早高级心脏救命术，还有整合性的心脏复苏后照护。好，最后一个圈圈，那都是医院的事情，我们不太懂。好，前面第一个尽早119，尽早119，就是尽早启动 EMS， 整个 EMS 整个紧急救护系统越早启动越好，越早启动越好。尽早的 CPR 就是在座各位学习之后就是你的责任，看到之后你不会放弃的，你一定会去做的。尽早的 CPR， 尽早的电极 AD 就是电极器。那尽早的电极怎么来？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19 EMS 带过来的。EMT 带过来。第二个，普遍建立所谓的公共的电极器，就是现在叫做 PAD， 公共区域设置电极器，这个是 B， 这是 AD 的可能的途径，有这两个。各位现在知道哪里有 AD 公共使用的 AD？ 你知道的。车站哪一个车站？啊，上脑筋。那你就更伤脑筋，你不知道在车站来了。哪里有？车站有，台北车站，铁路局那个车站。哦，他在那个候车，不是候车室，他在那个到月台那个通道上面。还有哪里有？捷运，拍谁还没有？高铁，拍谁还没有？机场有没有？施工所没有。卫生所不一定有。台大医院，不是台大大学校园里面有，大学校园里面有，但是你要找得到也很辛苦。我手头的手机上面有几个地方，它有这个所谓应用程式，上面还可以搜寻到附近的 AED， 但是我最找得到最近的是日本，哈哈。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跟大家去推广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有存款大概10万块钱，就可以去买一台。然后不知道怎么买，我帮你买没有问题，我绝对不抽成。公共的 AED 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紧急救援系统里面非常需要大家努力的一个环节。那救护车上面119现在都有电极器，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记得。119是目前尽早电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OK， 第四个是尽早高级心脏救命术，所谓 ACLS 高级心脏救命术，就是尽早除了电极以外，尽早给药，尽早建立所谓的给药管道。OK， 那这个部分，那最后是整合性的这个心脏照顾，就是除了把它救回来之外，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状况，去做复原的动作，这是新的生命之链的一部分。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4分钟内做 CPR， 8分钟内做高级心脏救命术，这个存活率就会高很多，不要去记多少。
就会高很多。所以在这边还没正式介绍之前，给各位建构这个概念，除了刚刚讲的程序是叫做什么叫叫 OK 了，各位原则上现在已经80分了。接下来请各位再看这个所谓高品质的 CPR， 这是我们等一下努力的目标，高品质的 CPR。 我们不是要做 CPR 而已，我们要做高品质的 CPR。 做到什么东西？用力压，快快压，胸回弹，末中断，然后末推多，要换手。 OK， 是这边，这个是错字。要换手是为什么要换手？有人一讲就讲到换手，因为你太累了，品质就不好。太累了，品质不好。几次做 CPR， 一做完，从那个复苏室是我们称为那个急诊室里面那间小房间，在里面做什么你们都不太清楚。好，不管，那边一出来，经常有的动作就坐在那，坐这样的。因为整个做 CPR 的过程，除了体力上劳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肌肉都紧绷的。但是这边请各位注意，用力压，注意按压的深度，成年人至少5公分，所以不是浅浅的砰砰砰砰这样子。电视上那边看到的，因为那是演戏，它不能真的压，所以你看得到都浅浅的，甚至手都弯曲，那个不要当真，当真的是等一下宋教练教的那才当真的。OK， 好，儿童、婴儿至少都是1/3，就是胸廓，这个胸廓的1/3。OK， 所以你就大概，那、啊、你就想说一个心脏要它这样动，你要多深嘛 ？OK， 好，快快压，多快？每分钟100到120下，100下多快？有没有人试过？但是我需要各位静音，我才这个才能听得到。这样103，这样子100，有听到吗 ？OK， 这样100下，千万不要念经念佛。OK， 所以按压的深度、速度，在这边请各位掌握住。胸回弹，在整个按压的时候，按压下去，记得放松，让胸部完全的舒畅过来。因为心脏这样子按压下去，你如果没有让它充分的回复的时候，血液静脉的血回不了心脏，静脉的血包括大静脉跟那个肺静脉进来的是带氧血，所以你如果不让带氧血进来，你打出去的血是没有含氧的。 OK， 所以胸回弹请各位不要忘记了。 OK， 末中断就是在整个一旦开始就不要中断。那为什么不要中断？当然一中断，你所有的刚刚做的努力是不是就是比较白费掉了？我应该持续让它做下去。那你说有些原因一定要中断呢？等一下就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OK， 末推多它基本上是说你整个吹气的动作不要因为吹气吹太多的时间去影响到你心脏按压。OK， 最后一个要换手，就是高品质 CPR 一个很重要的，你的体力消耗真的太快了，所以能够换手就换手。在座的各位以后看到有人在做 CPR， 他很辛苦，你就要告诉他我有学过，我会，就准备换手。怎么换手？等一下会告诉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整个操作的部分，我们要请宋教练来帮忙一下。OK， 好，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各位不要忘了，还是要评估现场是否安全。评估现场是否安全。OK， 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整个大环境是否安全，你能不能进去？车祸的现场，车子还没处理好，还没确定它不会爆炸，你能够冲过去吗？不行，不行，不行。哦，现场认为说它是电极了，可是电还没，台电还没把它断电，你不可以进去。这一点请各位务必注意，不要逞英雄。自我保护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那你做 CPR 的时候，你要刚刚讲不是要人工呼吸吗？所以你的这种单向式的面罩，你的面膜，各位等一下会有 SK2 的面膜，哦，或者甚至你有这个苏醒球，能够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直接用嘴巴吹了 ，OK， 这是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OK。我们来评估，我们来检查意识，现场安全。宋教练现在为各位准备。好，叫唤者，先生，先生，醒醒，醒醒，没有反应。叫救命，叫救命。打一九。那你看，说 yes yes 啊。我们宋教练是那个卓别林的遗传地址。好，现在开始按压，注意看这个速率，按压的位置、深度，好，加面膜，吹两口气，畅通呼吸道，吹两口气，每次吹气一秒钟。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每次都讲两个字，吹两口气，每次一分钟。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比二，三十比二，吹两口气。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吹两口气，都要畅通呼吸道，不要忘记了。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这两个。好。吹气的时候非常好，捏鼻子，捏哪里？鼻翼，鼻翼。哦，吹完气以后放开来哦，不要一直捏着哦，吹完气放开来。OK， 那压额抬下巴，跟刚刚做的那个畅通呼吸道是一样的。然后不要压住他下颌的这边，软腭这边，你看这里很难过。好、哦。OK， 然后不要掐住脖子啊，在这里下颌骨这里。OK， 好、哦，就这样两个捏剑诀知道吗？这是莲花指，这个捏剑诀啊，对，这样子抬上来，就把头部有点这样转动了，这样子。OK， 这是整个动作，整个动作。我先请教一件事情，在座的各位。刚刚宋教练做了几个循环？做五个，对不对？啊，做五个就停掉了吗？不是。啊，为什么？继续做。那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先跟各位在这个时间点跟各位报告一下，
如果这边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一直坐下去，没有停哦，没有停哦。那这个时候是有人非常的热情的表示说，我也学过 CPR， 他准备换手，所以才是五个循环换手一次。如果没有的话，是怎样？末中段一直坐下去哦。OK， 没人坐。那我来指示一下心跳后或者。好，这边在这个地方叫叫先。在这个叫的时候，我在第二个叫有一个情况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一件事情。非常不幸的是，爸，现场看到有人倒下去了，我们就讲啊，刚刚我讲的老伴七逼啊，家里面就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老太太看到老先生就这样倒下去，只有老先生跟老太太。请问他要先做 CPR 还是先打119？119。哦，哎呦，正好都有两个声音呢，我不是故意安排的，都有哎。先打119，有认为先打119的先。先打119，先做 CPR 的。非常感谢，只有你一个。我觉得你应该是对的，你先讲为什么要先做 CPR。因为 CPR 先做了，因为它的四分钟是黄金时间嘛，所以你先做，做了它有反应，你赶快送赶紧马上打一点。好，谢谢，有道理。其他人有没有人要转台的？没有，我有。好，认为先打119的，来一个人说一下你的理由。啊，这个时候通通转台了。因为老太太没有力气做。所以他只能打一有了，错了，当时那种心态一定有力气做，一定有。好，那怎么办？因为做了就不能中断，你没时间再去打啊。你做了就不能中断啊。OK， 先讲哈，先讲哈，先做 CPR， 如果先做 CPR 是做完五个循环，刚刚这做完五个循环，两分钟后再去打119。哦，是这样子，先做 CPR 再打119，是先做五个循环，两分钟，然后再去打电话。好了，有没有人要再转台？啊，你要转台？是，可以先打电话按拨，然后就开始。哦，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假设只有就是一个人哈、哦，先讲有两个人，那不用谈。讨论一个人，我老太太，我都不要有破音音。真的、啊、真的、啊，而且家里面，因为老太太那个眼睛微微的，按键呢太小了都看不见。OK， 这是观念上的问题，有没有人？没有人支持先打119啊？看情，我现在就是在看情况啊。就是老太太可能体力不够，可能就要先打119，然后先知道有这个情况之后，他先再做。所以先打119。他的系统力不是那么够。所以先打119。他打119，你现在一个人对很多人。虽然我支持你，可是我要保持中立。你再加上看有没有。哇，轮到你要转台吗？好，观念的问题，那我们不多讨论，大家我们来说这样的情况，上面有讲，先叫后救，叫是什么？先叫后救，这是两个选项，不是你，这是两个选项。我们看第二个，先救后叫，先救后叫是任何年龄发生缺氧性的心脏停止。什么叫缺氧性的心脏停止？一氧化碳中毒，那叫缺氧性心脏停止。OK， 溺水、创伤、毒药中毒，这是缺氧性的心脏停止。或小于8岁的儿童，你发现他心脏停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先救后叫，也就是说先执行两分钟的 CPR， 然后再打119，一个人哦，我强调一个人哦。好，为什么？等一下再说。第二个情况是先叫后救，也就是说你看到他蹦倒下来了，蹦倒下来了。刚刚示范的叫 A B C， 蹦蹦蹦，拍他，先生，他没有反应，
是不是第一时间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昏倒了，现在麻烦你打119，他不太理我啊，打119，是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要启动119了？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先叫后救。原因跟各位报告一下，先叫后救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启动 EMS， 赶快取得 AED。因为当这个时候你做 CPR 跟做 AED 去电击去救援所谓的心肌梗塞这一类的状况，电击的效果比 CPR 好很多，所以在那个当下你做 CPR 是一种维持它不恶化的情况，但是真的要救治是靠电击器。但是这几个情况溺水创伤毒药中毒这个部分，基本上而言它不是心脏性的疾病，所以我们赶快先救，后头再打119，因为这个时候 AED 对它而言没有非常大的贡献，这样大概知道吗？但是最好是有很多人因为可以赶快又叫又救的，就是我们刚刚演练叫 ABC 的那个程序，这样了解吗？好，我非常快的速度，我再把刚刚那个动作细节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胸部按压的位置，两乳头的连线跟哪里？跟胸骨的交叉的地方。乳头连线知道胸骨在哪里？正中央，就是你肋骨其中的这根叫胸骨。所以请你注意，按压一定在胸骨上面，高低的位置就是两乳头连线。OK， 这样按压的位置知道哈？好，按压两手，手掌刚刚有很清楚的示范，手掌重叠，上下重叠，两手互扣，手指上翘，手指头上翘，避免触及肋骨。你是掌根在胸骨上面，掌根在胸骨上面，这边是翘起来的。那各位如果有因缘机会去看到影片，在救护车上面，所谓的救护车怎么去救，你会发觉根本就是一只手在动作，因为另外一只手抓的。OK， 那基本上而言，不是两只手同时用力，特别不是上面这只手去压下面的手掌，不是。这只上面这只手掌，重点是要把你的手指头翘起来，这样，手指头上翘，这是它的用意在这里。操作的时候掌根不要离开胸部或移位，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嘣嘣嘣嘣嘣，这是不行的，避免你就是这样，刚刚教练示范的非常清楚，就是这样一直固定在一个位置。 OK， 绝对不是这样。好，那你也不要这样这样你很累，而且没有效果，是利用你的腰部的力量去往下压的。进行按压速度是多少？一下二百。一百，按压深度5公分。胸回弹要回复到原来的位置，中间中断不超过10秒钟，这个等一下再说。所以我们刚刚的口诀是：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光是念就念到会喘。OK， 所以你可以想象 CPR 很累，要救人当然很累。OK。叫 CAV A 呼吸道畅通，请各位不要把刚刚的异物梗塞忘记了，这个就是异物梗塞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做到这一段，发觉你吹气吹不进去，卡卡的，再畅通一次呼吸道，再吹还是吹不进去，请你马上转到阿蒙蒂克法的观念去做畅通呼吸道的动作。你呼吸道没有畅通，你做 CPR 做的再多没有用。OK， 因为你根本没有新鲜氧进来，这样了解吗？所以异物梗塞为什么在之前就跟各位介绍，是因为这两个非得要串在一起。
再来下一个，吹两口气，每次吹气多久？一秒钟 ，OK。吹气的时候，吹完气，头部稍微侧一下，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小的动作，侧一下为什么？看看他胸部有没有起，偷看一下，偷看一下有没有起 ，OK。啊、那如果吹气受阻，畅通呼吸到一次，如果不行，此时异物梗塞 ，OK。这些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吹两口气，鼻翼。吹完之后，鼻翼要放开来哦，放开来啊、哦，嘴巴移开来，脸朝侧，看胸部有没有起伏，这些动作都不要，等一下都注意到特别的细节，然后一直重复，三十比二，三十比二，三十比二，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还是讲一直做，没有说五次循环就要停了、哦，是除非怎么样，有人接手，或者伤患有反应。患者是什么反应？哦，麦克滚啊！绝对不是嘛！患者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咳嗽，肢体运动，咳嗽，或肢体突然怎么样，就那样呀。他基本上会是比较强烈的动作 ，OK？ 哦，咳嗽是一个非常清楚。